学校原本是孩子的庇护所，病毒却草草的溜了进去。全台学校宣布停课，班级不断增加。去年三级警戒的噩梦会不会又卷土重来？这个除了个人的卫生之外，我想我们在校园环境必要的这些清消落实，因为经过了这两年哈，那我想学生老师对这方面的注意事项哦，这个大概应该比较相当的这些经验啊，会可能会共存，所以在防疫上这些工作啊，未必都每次都采取最强非常的手段。但Omicron传得快，确诊数也爬得很快，要达成清零的愿望有些渺茫。是否要跟病毒共存？卫福部长陈时中话说得很保守。在整个情况，你不得不共存了，所以在共存的条件里面去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台湾现在当然未来有可能会走向共存。病毒变化多端，防疫政策只能跟着调整，但本土不明感染源传播链扩大，多条分支都没找到关联性，病毒到底都从哪里来？真是啊，病毒不会自己产生嘛，哈，那当然都是从境外，整个航空或者是从船运或者从偷渡，哈，这些都有它的一个可能性。病毒的种类已经精细的是有差不多20种或20几种那个不同的病毒，也是表示说从国外的境外移入的一个病毒就是有那么多病毒多点渗透。而清明连假即将展开，外界担心假期完疫情会大爆发。医师认为关键还是现有传播链的围堵，民众也要做好自我防护，别再让疫情雪上加霜。华视新闻防疫庭陈之学特别报道。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